想听什么歌呢？来一首《恐龙》吧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对了，刚才看你那个手段里面弹吉他还是不会弹？我会，但是会弹，美女。但是我问一下，你会弹吗？不会啊。你不会弹，你不会弹，怎么拨动我心弦的？聪明吧？不是的，因为我把鱼头吃了，鱼身就可以留给你了。啊？鱼身留给我？鱼身那么大，我吃不完啊，主要是。往后余生。啊！我发现你们真厉害啊，真厉害。好会撩吗？太会了。